依然人群，踏遍海角天涯，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。他抚慰我心，他怀抱我灵，扯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，爱到为我降生，爱到为我受死，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。他肉身呼唤，他耐心守候，永不停息，无怨无悔的爱情。他为何对我这么好？我虽然不好，他却听我每个祈祷。我在宁静夜里，我在伤心夜里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？我虽然不配，他还爱我如同珍宝，痴情山高海深，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？他为何对我这么好？我虽然不好，他却听我每个祈祷。活在宁静夜里，活在伤心夜里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？我虽然不配，他还爱我如同珍宝，痴情山高海深，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？啊啊啊、朋友们，刚刚那首歌说为何对我这么好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。我相信这首歌的作者，当他在写的时候，毕竟他有很多人生的体验，走过人群，踏遍海角天涯，他说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。我会想说，一个人对我们好，一定是我们感受那个人对我们的爱，不是吗？人世间有亲情，有友情，有爱情，不论怎么样，我们人都需要一份爱。但这个歌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歌告诉我们，我们在深夜里，我们在伤心的时候，这份测不透的爱，它却陪伴着我们，抚慰我们的心，怀抱我们的灵。更说到这个爱能够体恤一切的软弱。我们今天在人世间讲到爱的时候，常常还带有条件，父母对儿女的爱，因为儿女要有好的表现，不是吗？男女之间的交往爱情，我们都期待我们的付出可以有一定的回报。可是有几个人真的是在那种无条件甚至愿意完全摆上的去爱呢？为何对我这么好？对，耶稣基督就是这么样的爱我们，对我们好，好的一个程度，永不停息的无怨无悔的爱情来怀抱我们。他用他的柔声的呼唤，他用耐心的等候，也让我想到圣经里面一句话说，爱是很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种种的，凡是包容，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。人世间要找到这样的爱实在不容易，但朋友们告诉你，就是这份
为我们降生，为我们死，耶稣基督他的爱完完全全可以在我们这个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。让我来邀请你一起来体会，来经历这份爱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